世间世间诸所有，还有呢忍沙婆世界的所有，都在那个伞盖里面出来。实力哀现是化变，是化变就是变化了，神通了。实力，佛有实力，你们查经典，佛有十种特别的力量，每一个佛都有十个特别的力量，它就是一种神变，一种神通的变化。实力哀现是化变。